终于冲破牢笼，这种感觉太爽。 耶稣就是我，我就是耶稣在世。梵高哥哥死了，他是渴望生活，但是我已经有生活了。不好意思，打开。不好意思，打开。我是最大的，世界最牛逼的演员。嗯。鸡巴毛。 我那鞋呢？
我们去自己找地方住去吧。哦，哦，哦。
线到汽车站，到汽车站。
横断山上有蚂蚁，也有云雀。几个外省妇女从一个红色的棕棒展览出来，对着远处的红土大叫起来，就好像被谁日了一下。那这个，我只说一句，你懂，你就懂我的诗歌观念了。但我实际上想说过，可你没注意，是不是每句都很实在？没点虚地方是吧？我有时候虚。 你想一想，要让他出来。老师，因为他诗特别的什么呢？特别的容易漏，容易漏，漏掉一滴水都不行。你根本听不出。音乐有时候漏了可以，漏了哗，一个旋律过去了，让你晕了。诗歌它就在那放着，我操，它都物质化了。音乐可以，它同时是纯精神的。我问你一下吧。 有批评家的才干，老哥，来，我也是完全是感受。那不行了，你感受非常到位，非常准确。我可以这么说，我实在，我必须要跟你讲路数。必须要跟你讲路数，讲路数。第一，从您来说，你是老哥。老哥。第二，从实干来说，你是前辈。哎，不能这么说，绝对这么说。着急呢，着急。你再这样的话，我就不喜欢你。这是。 你都干了，我不干，我说什么？心情，绝对心情，这俩吃干啊，真的是。不是他开场白有点冗长。哎呀，我来，一会儿就干你。你别，我等你，我最后搞。找你，我最后喝。喝酒呢，那绝对不是你。你不要打闸子。打闸子，这个我听得懂，我听得懂。不加，我跟你说是。张兄弟，500的诗。 你见到过最优的，让他也是最有最依了。像他这样的，不是，那就是真性情，真性情。我不谈诗歌，就是真性情。作为诗人，说应该具备本质的东西，太少了，没有啊，太少了。很稳，很稳。送到你就回来，因为他明天还有事，好吧？对不对？再见，好，再见了啊。 刚这么出去，一条蛇，一条就是绿油油的一个蛇，鲶鱼，是不是鲶鱼？蛇，哇，就游过来了，往上游。但是它游的过程中，它蛇尾巴细吧，但是中间正搓。我操！我看见蛇，我急了，我就赶快打。我说这个蛇，我操，给打死！因为小时候经常打蛇啊，经常打蛇，是绿的，带黑的那种，黑纹，绿底儿，黑纹那种蛇，它游，咕咕咕咕咕游动。 啊，从那门呢，从那门呀，它带着缝，因为屋里头呢，这特别多道具那种东西，它游的时候只能看见一段一段的啊，
在游动，我急得我赶紧说把他打死，然后从门缝里钻出去的时候，我就拿了个铁锹啊，咣咣咣敲那个蛇这么粗的肚子，你看呀，我说给他铲到他那个，我觉得这不像蛇，又像个猪似的，妈的这么粗，但是他这底下又缩成尾巴了。哎呀，他特别着急，我说这啥玩意儿，但是还得能体现到，结果还不知道咋的，我妈就冲起来了，我们俩妈拿了个菜刀，我把这个蛇嘛打不中，准备是去割那个，去准备杀蛇，把这个蛇脖子割下来了。其实割我这会儿我觉得好像不对劲儿，我觉得好像像人的脸，人的脸呢就变成有点人的脸，被塑料袋儿好像那个被捂住了那种蒙着了。一直憋着气儿，好像弄不出来，这背气儿那个，他呼吸不了了，塑料袋儿包太紧了，我就凑近看，我妈给他拉个脖子了，我这已经拉了个小口了，我说别拉，好像是个人，然后就问了，最后我一看，我操，那的确是他呼吸时候那个塑料袋呼呼呼在那往上，就看到那个塑料袋绷着脸，背一样背那个给他包的狰狞了嘛，而且呼吸不了了，快马上要死了感觉。我赶紧把塑料袋咔弄个刀呜一些，就是个人。哎，这哥们闯了又说，我说妈的，我刚才拍电影了，让我扮蛇了，给我弄个道具，给我装了里头了。我说你们要再不救我，我就死掉了。坐到这儿醒听。谁说呀？你都从上面往下开始。从下往上。那从下往上。那得脱一双。脱一双就脱一双。那我平常整哪门我不能整这儿。那能看上去上去。有没有胭脂啊？没有胭脂，你就慢慢弄吧，弄白面吧。脱呀。你这样能够把我们鞋子脱掉。差不多剪刀呗。那多费事儿，赶快脱上去。现在咋？每次都是这样，喝酒往脱上。来，我躺下了。反应真快。